小宋仲基的世纪婚礼在韩国首尔举行，受到了全球粉丝的瞩目，场面一度热闹非凡。婚纱设计图除了婚礼受到关注，宋慧乔的婚纱自然也是大家讨论的热点。今日法国某时尚品牌在官方社交账户公布巧妹婚纱的制作过程，原来这件婚纱是该品牌2017秋冬季新品，并且原来是黑色天鹅绒材质，但宋慧乔要求性感面料，网友们大呼原来这样的婚纱是巧妹参与的，厉害了，真心觉得这件婚纱和巧妹的相配呢。日前韩国女艺人宋慧乔蜜月旅行中，在社交网站发文向祝福自己的人们表示了感谢。宋慧乔今天在社交网站发布自己和宋仲基在婚礼上拍摄的照片，并还留言衷心感谢大家的关心理解和祝福。宋慧乔与宋仲基在今年7月首次公开恋情，并宣布将结婚。上个月31日，两人在将近30000名嘉宾的祝福中举行了婚礼。宋仲基与宋慧乔在本月2日前往欧洲度蜜月，双方夫妇并没有制定严格的旅游计划，而是决定悠闲地享受这段甜蜜的时光。